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新乐一方旅游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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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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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系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系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系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中心，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团中剑，请欣赏。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团中剑，请欣赏。广地深圳市新乐一店旅游团中剑，请欣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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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待遇灭啊趁。好个待遇灭趁，你且抬头看看来堂高挂的是什么。这是爹爹为物村中剑，爹爹当年被奸人所杀，死于剑下，供奉这村中剑，警惕后人，永不能忘记这家仇国家恨。你都话记得，你听住，该杀的不是舅父马成，要杀的是王莽君。君啊，娘亲，你不姓吴，本姓吴，前朝忠臣吴国柱就是你的亲爹啊。
我蒙古之人才得英宗
开作吴家。
王兰英啊，第一出折子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血战李陵碑，它讲述的是宋朝年间潘仁美设计陷害杨家，杨继业中伏被困，身负重伤，觉得自己不可以再杀敌尽忠，只好舍身就义的故事。请出深圳市粤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陈锦文为大家献演，请欣赏。
生悲舍弃风尘啊，借敌啊抽风丝绸，选我军装敌胆啊！不怕一兵，坐看我军兵瓜中的寒，众将士临古江山，血洒遍边陲万里冰封难。
我老泪中Oh!
啱嘅呢一出折子戏，生动咁演绎咗舍身就义。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嘅系一个唔一样嘅故事。呢、这个故事讲述嘅系芙蓉速露王母受罚，仙童仗义被贬凡间，转世为书生。芙蓉深感仙童嘅情意，返回凡间同书生相会，仙凡难隔断，情系天地。请出国家二级演员、深圳市粤剧团主要演员林海涛、谭兰燕，为大家带嚟折子戏《芙蓉花仙之朝花》，请欣赏。笑我是爱花火，
群芳，愿你永远在园中开放。
长在园中，蛀牙不过矣啊！对月不知心话。
由于我团的主要演员黄伟坤先生身体不适，好抱歉未能参与到今晚的演出当中，请各位观众见谅。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剑侠差缘，这个折子戏远近闻名，百看不厌，其中的唱段更是朗朗上口。这节戏讲述的是李益拾得霍小玉遗下的纸钗，并以钗定情，老太尉欲招李益为婿，施以奸计，幸得黄三客相助，两人冰释前嫌。李益将纸钗重新插戴在霍小玉的云鬓之上，以正旧盟，请出国家二级演员、深圳市粤剧团主要演员陈世才、谭芳梅为大家献演折子戏《剑侠差缘》，请欣赏。君是丈夫，夫心若此，小
是此恩恨义重，此母在堂不能供养，只来言本从此永忧，正同王权皆君所知，李君李君更当明确矣。少玉少玉，无月夜捧音落梦，欠些破碎了灯猜梦，换云居恨恨换女卿，须记取再重逢，叹病染方躯不禁摇动，从此望孤山半溪大病容，千般话又在眉宇中，担惊言空皆变空。笑容处处仙音飘飘送，临惊夜台楼梦，生何所欲？
相逼似狼未免阴公。莫见猪埋差，夜深待君。我盼君望君追君望君，你到金兵再翻至回龙。盟誓永珍重，我未负你恩义浓，枕边外有千斤重。大丈夫处世做人，心知爱妻水尽。痛心忍痛，后事报我消息，哪有分钟？惊佢昏吹恶梦，未信君未入睡收阁，今佢赴凤与奔龙，十郎你关同床已梦。更益笑容因心重，留底间有十十分风，且听君将爱重。人话中天隔爱红，言劝终须有呢逢。千差万错，错在我吹台赋诗，又不想忘经留之句啊。佢便借诗中意。遥言画中有心逼我成龙，欲见妻又再相逢，我誓死不向牵挂负重，恨妻除分本命送。十郎，你真够为我恨妻佢分分无权贵，正是十郎若是真情，以妻还我。是差现实春风，朝春不出众，我再将此差弄渐老消融。玉叶冰清马去又烈红，今宵压计又自猜用。换纱，换纱。Thank you.
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同样经典的一出折子戏，它讲述的是白娘子水染金山寺，救出外郎许仙之后，两人在西湖断桥边再次相遇，一番解说后冰释前嫌，最终和好如初的故事。大家有没有估到是哪出折子戏啊？没错，就是白蛇转之断桥会。请出各界一级演员、封腔艺术传人、深圳市粤剧团主要演员晓艺、主要演员卜美玲、优秀青年演员王慧，为大家献上一出家喻户晓的折子戏，请欣赏。Thank you.
子。鬼星，你听信谗言，还敢到来缠我姐姐，待我一击。夫妻共。
鞭策我善一堆话别能像依献遥望天边缘何日得相见唯望似上星会再度七夕金风送爽会陪天牛郎会见夕女士Bye.
情不是偏多别呐、啊？怎奈别离，只为多情切呐、啊？一些凡情别，心能变。和风相逢，两同折子戏，接落嚟，请大家欣赏今晚嘅最后一出折子戏《东方夫人》。故事讲述嘅系隋朝末年，天下纷争，东方氏阵前巧遇幼年同窗习武嘅王伯党。东方氏喺幼年嘅时候就十分喜爱王伯党，二人分别数年未见，今日相见，爱恋之情重新燃烧心间。结果将会如何呢？我们请出深圳市粤剧团主要演员文慧、优秀青年演员陈锦文为大家献上《东方夫人》，请欣赏。
山夫人，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只因老爷出战，被那哑光贼子战死在沙场啦！穿校服，徐定夫人大战啊哑光贼子。
多然看出。
乐嘅时光总系短暂，深圳市粤剧团将自觉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嘅使命任务，打造湾区深入民心嘅文化品牌。我哋出年再见，祝各位观众朋友晚安。